妮妮她有属于自己的宠物，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？今天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妮妮她是有宠物的。你们看，从这张图上我们发现有卡卡，而卡卡手中拿了一个时髦，这个毛就是卡卡的武器。我们可以发现在卡卡的身后有熊孩子和野人猎手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右下角这里妮妮有点不对劲？小伙伴们点个赞好吗？我来告诉你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妮妮和抱抱蛋，但是妮妮的身后有一只属于她的小宠物，但是今天我发现这个宠物它消失了。你们看，在我们迷你世界角色里面，我发现妮妮的宠物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卡卡的毛是存在的？所以这张图片极有可能就是真的，卡卡是拥有毛的，但是这个毛在新版本中看到了。但是我们的妮妮她应该有自己的宠物，但是我在新版本中没有看到这个宠物，那这个宠物究竟去了哪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